给你们看一下大花的大屁股，中间有一束白毛，与众不同，是不是？中间那一束毛感觉颜色会浅一点，手感特别好，毛茸茸的。哦，大花，现在天气太热了，哎呦，来，上手，上手。哇，大花现在好重啊，太重了，我估计它有4斤了，4斤多，5斤。我的手快要托不起它了。